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刘子阳的确是窒息而死的，可是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只有你整晚都在案发现场，你明白吗？这也不代表杀了我自儿啊！先坐下来好不好？你知道的。我一直也都很疼爱他，他现在出事了，我承认是我不好，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我怎么可能？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是相信你的，不过现在我是以 crime psychologist 的身份来和你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要 add on 的吗？那你好好照顾自己。你受了。I cannot understand. How can you let your emotions take over this case? Huh?You actually said you trusted her. 假如说有更好的人选的话，我早都把这个案件交给他做，不是交给你做。段，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清楚就好啊。知道更好。Nak jadi pegawai kenalah saksama. That'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Rachel Chen's case. Let's screw it up.Saya rasa awak lebih memahami kes ini daripada saya, kan? Ini sebab pang tak tahu hal. Tak ada sebuah yang ada siasat. Saya bukan pertama kali menangani kes ini. Saya mengerti. Saya tahu kes ini tak senang untuk awak, kan? Mengerti saja. Saya akan beritahu saya pada ini.Thank you, Don. Rachel，Rachel，Jane，Jane，Jane， 你一定要救我啊！我在里面的时候，他们一直摸我，我要出去，你一定要救我，救我啊！你会戒掉的。你看看现在我这个模样，啊？你认为呢？我真的很辛苦啊，主任。我认罪，主
是我杀死刘子阳的，我认罪，我杀的。为什么？因为你当晚你吸取了冰毒 ，right before that 至少有三四晚一直在通宵工作，没有休息过，对不对？ 当着我的面撕掉我定睛苦苦画出来的妆，是我不能让他死完阻止他。为什么？除了你和刘子阳之外，当晚谁都没有出现过。那是你在严重缺乏休息的情况之下，吸取大量的冰毒所产生的幻觉。警方的确在你家找到很多撕碎的图纸，不过那全部是小孩子的画。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亲眼看到他的，为什么你就是要走回那条旧路呢？你工作上有什么不开心的话，你可以找我出来谈啊。难道你不相信我吗？谈？怎么找你谈呢？啊？你整年都不在国，一通电话都没有。 今天我遇见你了，现在记得我。救你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现在不想坐这里的人，应该是你吧？嗯？你没有办法相信，你所谓的好朋友杀了人 ，I'm psychologist 的好朋友杀人。 你觉得很内疚吧？是不是？你的精神已经开始错乱。我估计你对象去吸毒的时间已经超过72个小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谈。你记得一切。你说你会相信我的。 既然已经没有进展，我也不想再浪费时间在这个案件上。我们会正式起诉。你凭什么说我？你这是一走过这条路啊？